叹一支烟冇咗条命，手上支烟都未叹完，54岁嘅森就被倒紧后嘅货车活生生夹死。前妻同17岁嘅仔赶到去医院，都难以置信发生咁嘅意外。做保安主任嘅阿森，寻日朝顶更喺荃湾沙咀道嘅工厂大厦巡逻，去到一楼停车场同同事分开巡，怀疑佢烟引起。货车要到后偷位驶出嚟，大阿森条颈夹到有红痕，已经冇咗呼吸脉搏。停车场虽然有闭路电视，但出事个位系盲点，影唔到意外过程。警方调查后拉咗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嘅37岁姓周货车司机。原本做会计文员嘅阿森，1997年金融风暴被裁员，先转行做保安。佢同太太离咗婚10几年，但系仲好顾家，个个月都有供养个仔。点谂到佢因为一支烟冇咗条命啦、啊？